三只最主要是好，各位啊，难得哈，我一直在传说中，我自己也没试试，试试过。有没有讲过开心啊？想到那个危险，不要太靠近那个。Hello， 啊，不要太开心，说啊，就放音乐。来，啊，我先吃，好不好？五分钟没有事的话，你们再吃，可以吗？好，我告诉你们，它的味道呢是带苦，你吃到嚼到最后，那个苦味就没有。所以呢，到登山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呢，你不要再回来，或者你不要再打算有没有汉堡可以吃。哎，我们蒜头，那个大蒜，是啊，蒜苗，对呀、啊，蒜今天是我很侥幸，你是倒霉，开心耶，对对对，我是第一次在试吃，好不好？来五分钟，如果说有事情呢，打一下这个电话0919935057，因为他对这个是很熟悉的。我的太太有吗？在这里有吗？没有吧？对。有有有，好开心！你吃的是龙须糖吧？好像不对吧？不是这个。反正好。想活命的，试吃一下。对，不要太多。你一直在支持我，我要跟你同归于尽。对，你一直在支持我，这是我第一次吃，也是你的生平第一次，好不好？味道怎么样？有点苦。对，嚼到最后，它的苦味就没有了。不会很苦啦，很好吃。等五分钟看我们两个有没有。以前没有文字，也没有时间的计算，你看。像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主任会跟他说，这个差不多4:30以上了，你看一看时间是不是？他看这太阳是这样。真的吗？哎，真的哎，不是哦，好准，好准，有看过？你帮我看的对不对？没有，以前呢，他们是用太阳去计算时间，啊，正当在头上的是经典，对不对？来来来来，小四试着来，等一手，好，来来来来，等一手，哎呦，这个是，不是，我说你们两个躺在那边五分钟一下。可是当我们回去，两家都闹家庭革命时，我们这一队的真的很幽默呢，怎么会这样？好吃哎，试吃看看。他先排一整排，然后拍个照哦。一手选一手，手不要去，手不要去。对啊，好，来吃看看。我们支持这一团的，就试吃看看，怎么样？五分钟全倒了哦。所以呢，朋友们，当你深山啊登山没有水、没有东西吃的时候，你会不会紧张？会，对不对？然后它的叶子呢，也可以当做什么？叶柳，做一个屋顶。啊，很简单。把台湾芭蕉叶啊，哪一根的木头穿过去？比方说你再穿，有没有？芹菜。好，比方说来，我哥哥来做一个示范。这个可以煮大蒜和排骨，煮排骨啊，煮排骨汤。